这些废物还得我收拾残局，那就一起解决。 报告圣女，我方包括降魔斗罗在内的5名将领受伤，另有白人死亡，十几人被打成白痴，其余人下落不明，请圣女指示下一步行动。降魔斗罗从无拜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原本我方设立在望，但是来客七怪突然杀出，逆转了局势。帝境魂技，众生渡。 魂力保留至现在，等的就是你这最强一招。这光芒犹如神明降世，神怒人气，乱其莫当。这是海神之心附带技能，乾坤破魔。还没完，这是承受来自海神三叉戟的怒火。 我的领域怎么？只有海神继承人才有资格拥有它。难道唐三？没错，三哥已经是海神的继承人了。 老师这4年的进步，简直是天翻地覆。这就是神器的力量吗？走。